大家也知道，我之前就是喝醉的时候曾经有说过什么回头打，可那就是真的。好，我们是夫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。今天是除夕夜，除夕夜就是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开黄腔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年一度的开车日，对，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攻守交换终于成功的一个初体验。那要放大字写初体验，然后要放那一首《爱的初体验》吗？等一下，现在小朋友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啊？没有，今天是除夕夜嘛，然后呢，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服役前，然后跟朋友出去玩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确定就是。李欧已经把很多给息都带着，帮帮帮帮帮，就在整理行李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默默的把保险套跟路环友带到包包里面去。什么意思？不是约定好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现在在看影片的大家，甚至看到影片封面照的大家，觉得莫名其妙，到底为什么情侣做这件事情还需要约定？要约定啊！哎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你现在突然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李欧就突然说我们来吧，我觉得我一定没办法接受。我觉得大家好像应该可以接受。就办公室 play， 就想来就可以来吗？办公室 play， 我个人是可以啦。我一定要先洗澡啊，是，就跟你一定要先洗内壁这样，是一样的道理，不是吗？你需要清洗它。嗯，好，那总之呢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就是一个初学者，因为毕竟我之前的经验都是一号。哎，你有做什么功课吗？我做的心理建设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清洗？一来我觉得清洗好像会伤害我的身体，那二来就是。清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要用什么工具，然后要怎么去做，然后要花多久的时间，有稍微做一下功课。我们这次好适合跟义务谈合作，义务这些工具都有呢，自己就是义务的业配啊。乱讲。好，哎，等等等，刚才有人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还以为我是零号吧？你是啊。对。我都可以啊。好啊，欢迎来找我。欢迎来找我聊这一方面的事情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因为我们到了很昂贵的那个饭店，然后是在胜利里面，然后我觉得天哪，第一次要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好像还不错。我觉得气氛营造得很好哎。对，因为房间还可以点精油啊，然后还泡了一下温泉啊。然后那一整天我们其实都避而不谈这件事情，但其实我觉得心照不宣。对，心照不宣。就是我们都知道说，就是我一直在倒数说，就我整天都是弯着腰走路。然后我就一直在倒数滴答滴答滴，然后我们就到了房间之后，李欧就开始布局，你就点精油啊，对，然后把灯调暗啊，然后开始就是想说，好吧，该来的还是来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阿凯其实是去洗澡澡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，为什么他开始拿出我没有看过的情趣用品？不是 HDMI 线。然后把它拿去接了我的电脑。不是你这样讲，那大家会觉得我把 HDMI 先接到我身体里面，接到我身体里面去。这节封面照就是写 HDMI 线塞到阿凯里面的身体，侵入阿凯身体 HDMI 线。然后说实话，我之前其实也是有当过公一号这个角色。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，我觉得我应该营造出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，所以我就先。放了音乐，然后因为有一些人在做爱的时候，他们喜欢这些那种很 punch， 就是嘣嘣嘣。什么意思？我以为说的是他们的行为很 punch， 不是，就是很重级的音乐，或者是 K-pop 之类的东西。真的很快速。但是阿凯是一个很喜欢轻音乐的人，所以我就放了。宫崎骏系列的轻音乐，我觉得你的策略这个是前提哦，前提。我觉得你的策略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阿凯他很紧张，那我应该要让他放松一下，让他放松放松。好，然后这时候他就出来了，哎，他整个像倒带仔的羔羊一样躺在床上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躺在床上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。现在去青蛙？不是，我觉得有一些应该在我在讲什么。以往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取悦你，或者是我应该是先进攻嘴巴、舌头，或者是舔乳头啊一下。可是因为那天我突然角色互换了，我突然不知道我该干嘛。我想说还是就是我来做这件事啊。对，我那时候在想说好怪哦，好不习惯，然后我就躺着，然后看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，然后朝我过来，然后做着色色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进入就是一个关卡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就是你要。进去的啊，我懂你意思，你说他咕溜，就是我一直在找洞在哪里，就是噔噔噔，就是应该说，哎 ，I wanna be a snowman， 我一直在找洞在哪里，你得对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就是要抬起来，但是抬起来腰跟脚都会酸，总而言之就是步骤就开始了嘛。
那通常就是一号要让零号放手，对他必须先弄润滑油，因为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有用润滑油的这种人真的可以，就是可以直接踹他。而且呢，凡士林出来的人也可以踹他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凡士林保险套会破掉，请用细性或水性润滑液。对，然后就要先用手去放松我。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，干，好奇怪的感觉哦。哎，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跟我聊过，我真的第一次聊。很像一块排泄物就聊出去，可是他要被吸进去了，然后你又那得出去呢，还是要出来呢？那你要出去呢，还是要出来？那你要把它放出去呢，还是要把它放回去呢？就一直会有这种感觉，然后他就会说，来，现在第二指哦。我说我在生小孩，就是他要开两指跟开三指。可是到后来开始，那个化学效应就出现了，就是你，因为你他后来他就会，他可能怕我痛，他就会在我，他就会亲我，然后吻我各种技巧，对，然后在我耳边就说，老公，现在三个手指头了。我想说，我怎么跟我讲那个什么三个？至少不是这样。然后就突然就哎，还有那种很奇怪的感觉。我明明就很认真在按压你，很舒服的地方。就是想尿尿，讲出来。就是前列腺很爽。然后他就说，好，重头戏来了，那要我要把手伸出来，我要放我自己到你身体里面去了。放我自己？等一下，是 BL 漫画、BL 小说、BL 小说都会写什么炙热的、什么火红的什么东西？你是在挑逗让他燃烧，烧进去？火红的。好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，完蛋了，这么大东西进到我身体里面来，真的是可以的吗？然后他就。真的就进来了，然后你知道进来的当下真的是很想要欢呼，因为你说一进去，后嘿，进去后嘿，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哎，你进去一次，你快点。你说进去了吗？对对，你好，你二三进去了，后嘿，进去了，后嘿，进去了，后嘿。然后我的部分呢，就非常非常顺利的给他结束，很顺利的结束了。然后这时候我觉得，我们应该要就是互相，你说你已经累过了，也要让我累一下。对，就是也要让你送起来。然后他就突然躺下去，我心想，我已经累死了。还要换我，然后我就起来，就开始要戴保险套。对，想说要进攻了嘛，就换我进攻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之前就是喝醉的时候，曾经有说过什么会头大，可那就是真的。我有大，我的好大，闭嘴啊！是棒棒糖吗？是我每次最难的地方，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塞进去。棒棒糖。那我只要把这个地方塞进去，我后面就好做。头过身就过。然后呢，阿凯在很认真进来的同时呢，我进不去，他就说，我根本进不去啊。他就跟我说，宝贝，我软了。对，他说，不会，你很棒。哎，我是不是一直给你鼓励？你一直努力的把自己的腰抬得很高，要让我找到东西。对，我猜。翻过去的，像翻跟斗那样子。然后我后来就我就越来越惊慌，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是因为三十岁的吗？这么明显吗？然后这时候呢，背景呢传来了哒哒哒哒，很荒谬。然后哒哒哒，我就跟他说：“老公，你有发现你不自觉在哼歌吗？”对啊。我说你可以不要分心，不是，是你自己放什么宫崎骏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后来就打开了片哦，对，我们打开，我们俩还很认真裸体，这画面很荒谬，裸体，然后站在电脑前面那边挑片子，就是要看哪一片，哪一片好，我都挑日本的啊，我也是啊，日本就对我胃口了，对，走走，一起去日本玩吧，一休你，疫情过后，好吧，突然变得好悲伤，好，感觉在一阵混乱之中就完成了我的人。人生大事，对。然后那天晚上就是累死了。讲到这件事，我真的觉得我要去练瑜伽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你那一天一把我腿一抬脚，整个抽筋哎。所以是不是要有运动的习惯？前几次吧，周年纪念，然后也是有完成那件事情。然后我其实坐在一半的时候，我超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好重哦，我超生气的。然后又舒服又生气的，我没有叫你火车便当，奇怪耶。只是躺在床上有什么不行的？可是你屁股摸到那个肚位很重。哎，真的是，还是你要换一个另一半？一下嫌我猪舌，然后一下嫌我什么屁股摸打很重，所以我才可以说每个就是要去运动啊。好了，那就是第一次这样子的感受就。哎，这真的是五年来第一次的攻守交换，开启了我的新的世界。每次洗个澡就会把手自己摸完。就觉得说。那我下次给你，下次洗澡我要跟进去。我觉得很奇怪，突然好像开启了一种，我觉得好像会很想要被欺负的感觉。好，跟你们讲，你们这些家伙，如果你们敢私讯阿凯特试试看，被我抓到，你们就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就是只能你来欺负我一样。干嘛？好啦，反正试试看讲吉祥话。
是该讲吉祥话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两个是把它当成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跟那个自然的事情啊。对，因为对我们两个来讲，真的非常非常荒谬，非常好笑。像如果你看着他在下面指责我们，我们也不会理你啊。好，那要讲吉祥话。好。一人一句，好，是牛年，是牛年，怎么好像是老台综艺节目一样哦？祝大家都能够扭转乾坤，祝大家都可以买到牛 balance， 祝大家都能够抽到很棒的扭蛋，祝大家的腰都不会扭到，祝大家都能够来让你慢慢扭一下。慢慢念一下，哎，这个是老人哎，庾澄庆的歌，对，我小朋友应该都没听过。好，又是我们的 YouTube 很多小朋友。好啦，新年新希望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呢还是可以准时收看夫妻老 YouTube 频道。那祝大家今年都能够平安健康，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夫妻老 YouTube 频道 FB 跟 IG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要记得分享、按赞跟留言哦。哎，每一个就是很多电视台或者很多 YouTuber 都会有除夕夜或过年的特别节目，好吗？我们呢就是累积这一整年的精华，就那除夕夜奉献给大家咯。那欺负我吧，就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